好啦，安安。Hello， 感觉建成的第28个月续订，好棒！没办法啊，最近没什么事情干啊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版本，我前几天在登录的时候我在看，因为我发现我那个通行证，有通行证49等，我快要满等了，然后就把它剪一剪，剪到满等，说哇、哦，好棒，终于可以，就是终于要换新的版本，这版本超无聊，结果看看不对，他妈的还有7天，真的是救命哎、欸！因为一般来说，只要我那个什么通行证一满等，对不对？代表什么？代表这版本快结束了。对，结果我发现，干，通行证满等了，妈，这版本还有一个礼拜。对 ，RSGS， 对，闲到不行哦。妲己跟潘朵拉这种没有需要版本更新的卡片，应该是跨越就在吧？我没有认真看公告，就是。干，真的是，对，闲到不行哦。我这个礼拜连开台版弹射，你知道台版弹射现在是还在第零层。对，看台弹射的那个时间都比开神魔还要多。今天这次看台，哇！对，祝你一路好走啊！还有没有问题吗？屁股说，对，祝老谢一路好走啊！对，希望你放假的时候可以出来聊聊天。啊，老谢要当兵吗？当他进去了、啊，他21号进去不是吗？我操！对，哈哈 ，UCCU。啊，操！啊，对，是你自己拼的。我们的早安现在后面投篮不怕他。安安安，感谢 RYG 的第28个月续订。为什么十三种的话当然只有7种？你要问那个只有两根手指的那个螃蟹啊？留我干嘛？主副线不是、啊，我觉得现在就真的很养生啊，就是你们平常想说哇那个合作的时候好无聊，对，然后观众说好，你们觉得很无聊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就接下来就连续两个礼拜都是崭新，连续两个礼拜都是崭新，对，哇，对，突然觉得合作的时候能做的事情太多了，对，因为居然那个时候我在第3周的时候好像通行证就满了，对，然后最后通行证好像到60级等，那我现在通行证满了，可是还有一个礼拜，对，而且。有什么？没有东西打、啊。重点，对哦，讲到这个，那个蛇夫官网可以结束嘞。对，然后我还没开始打，笑死。干，而且重点是连续两个礼拜崭新，然后又不是那种就是可以玩很多花样崭新，除了卡米拉去灌那些很好笑的攻击力以外，然后其他就普普通通啊。所以我连想要拍片，我都不知道拍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拍片我都没有什么题材？就是说啊，那个对这个家伙通关。对，感谢 UCCU。我要提示书画第27个月续订，一直不看这些，不看这些好啊，好吃啊，对不对？来感谢巧克力第28个月啊、哦，最近白剑一打这种抽卡模式没关系，对不对？这次有一个月哈、哦，不是一个礼拜，是一个月。虽然说我已经没有干，我那个极限赛被骗2000块，他妈的！对，花两千块拿200块回来，这些你被复仇者跟血鬼暴打，闭嘴。对，影之师也要改版啦，时间过得真快。以及你怎么，应该说怎么说，我在我心目中的那个不养生的情况下，应该是我做了某件事情，我可以多收集一些东西，懂我意思吗？或者增加我的那个练度，或者卡片，或什么鬼的，对，或者拿什么新的卡片啊，对吧？你推故事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，就拿一颗石头。对啊，所以就觉得没有那种想打的欲望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目标也没什么目标。这个小人会，你看我这个小人会连摸都还没摸哎、欸，然后这个四人怪我还没摸哎、欸。送你西瓜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拿到啊，对不对？很多种。
哎、欸，听说下一个合作不是快来了吗？有人说什么合作，然后常有在讨论什么像素什么鬼的。对，有没有人什么头绪的？你就急去。对，我们看神魔之塔跟弹射世界合作有没有可能？弹射最近在那个、欸、在爬塔哦，聊天室有没有人在爬的？福利罐，福利罐这种东西不在你福利罐，你不打你也没地方耗体力，你知道吗？那体力这种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溢出的。好，那聊天室各位打猫头鹰打的如何？对，在猫头鹰开之前，我们还在担心，说哇完了这个好像对不对？会不会只有阿里能过之类的？结果事实证明好像其实也还好啊。对，大家为了捡那个成就，真是卯足全力哦。不过老实讲，那个成就要通关跟要成就是两回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莉莉丝。对，莉莉丝，我相信去年过年黑金大家抽的应该蛮多啦。对，莉莉丝你要解成就不太行嘛，因为莉莉丝头也不那个、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硬凹过，可是头莉莉丝的时候尾巴不配莉莉丝很好笑，真的。可是你莉莉丝要通关就完全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这个猫头鹰第一集就是，以现在机械组的强度来讲，还要我们对，虽然说第一关看起来很可怕，对，可是有我们无敌的好一堆西格玛的关系，所以就扛下来了。意思在那，就大家可能那个比较像是熬过你，懂我意思吧？可是我后来想想，那个成就，他成就也不是送什么像九凤龙科那种奇怪的东西，也不是送什么技，一只满技的猫头鹰，也不是送一些很珍贵，他就是40金魄没了，这东西是吧？所以后来想想，好像真的猫头鹰灾情还算蛮普通的吧？对，没有就是那种哇，对，什么那种以前那种武艺之路的现象，对，吼，没有这个就不能过，对之类的。那、啊、可喜可贺。不过虽然老实讲，不过对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，就是说机械组现在就是那些，因为剑圣不是有这一张表嘛，就是所有的机械组有使用到的卡片就是这些。哦、只要你有这张大概二三十张机械组卡片，哎、欸，你就有完整的机械组体验哦，就没了。懂我意思吗？剑圣不是有这一张表？对，因为机械组现在能打就是这些嘛，其他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些路过的角色，对，或是一些平常不会用到的。而且那个这次尾王是8800亿，不是吗？对，你要灌8800亿本身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可是你会发现说那个什么，那个机械组要灌8600亿，对，只有那些卡片灌得到，你知道，你直接靠平砍，然后再找说啊，我还有哪些就是真伤的中间，再开一砍，你就觉得哎，好像哪里怪怪的，也只有那几张能用啊。你不像人类队，如果今天人类还是神族还是什么队伍，对，放一个8800亿在那边，哇，对不对？对，什么东西开一点点一点就突然过去，每一招他妈都是小蚁王。啊，机械组本身没什么东西哦。欸、我操，屁眼王屁眼出来了！对，屁眼最近也是当兵。感谢欧洲卡车世界第28个月续订。放假吗？现在不是假？哎、欸，现在也差不多要收了吧？今天不是礼拜天晚上。开魔线关卡应该也是被骂哦。而且魔线关卡有另外一个很好笑的东西是，魔族的血量跟抗压性跟机械比起来还算是有点差别的，因为你知道这是第一关打十几万 C13， 对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很多人觉得哇，这第一关打十几万 C13 还越攻越强，对，好可怕、喔，对。可是其实对机械组来讲，因为机械组大部分都很胖，然后其实机械组还有那种 CD2 的这种西格玛这种东西，对，可以扛，他就故意给你设 C13 啊，对，C13，懂我意思吗？对，可是换成魔族，你第一关打13万就可是没有办法扛嘞、欸，也没有人扛得住哦、喔。对，这只能靠那种最长特殊减伤之类的，带这种概念了、啊。不过我相信，如果到时候出纯魔关卡，我觉得官方就是对，就是在挑逗说，哎、欸，你看，那个魔族跟机械对纯魔对，哈哈，对，故意是不是、啊？早是不觉得啦。嘟嘟。啊，那我们就来推一下这个关卡，这个星座关卡快结束了，赶紧来打一下。哎，哥们，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，就是很多人会说，哎、欸，我没有剑齿虎，对，就想说，哎、欸，剑齿虎这种卡片其实没持有的几率其实比想象中的高哎、欸。那当然，我觉得很多人是因为这次的巨人或是过年回锅的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次过年黑金，就可能刚过年嘛。对，回来抽个年票，对，不然就是哇，近期的巨人合作哎，所以我回锅，对啊，结果回锅之后发现啊，对，去年的剑齿虎，对，我没拿到，那
可惜了，因为剑齿虎在机械组里面算是非常非常强。那个时候还想说，哇，你看，你看剑齿虎那个龙科，对，光机械经常减二哦，对，这么牛逼。对，可是机械组没队长，哎，今年不就需要了吗？对，一堆人没有。而且还有那些像西格玛或维珍尼亚，对，西格玛维珍尼亚这两张卡片加起来都是，那个都是去年初的事情，反正很老很老的东西了。对，而且我也不觉得之前去年底了呀。去年底不是那个什么 Nova 复刻的时候有那个吗？偶像有复刻一次吗？对，有人真的是在那个时候抽西格玛吗？应该不是吧。啊，所以这种东西没有就没有啦。对啊，当你看见背包啊，对，背包剩下这些东西，糟糕，还不如直接去抽一张阿里出来，你们说是吧？噔。对，各位别急啊，下礼拜还有一个礼拜要撑啊，撑过下个礼拜就是新版本了。哎，快撑不住啊，不然好无聊哦。哦，不过下礼拜有那个，我们等一下给他看一下 GN， 虽然我不觉得 GN 有什么东西可以念，就是对 GN 好像才两张卡，是不是就没了？对，下礼拜 GN 补了一张还蛮重要的卡片啊，因为毕竟阿里全歼犬啊，所以那个补血有时没事喷出去哦。统西玛剑人那张没有，因为西格玛就是西夜族少有的东西啦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不觉得你会想要在 Nova 出现的时候跑回去抽，你知道吗？ Nova 本身就已经很就是一个天选，你再去抽另外一个天选就很好笑，你知道吗？很奇怪啊，怎么一个火车那是开车啊？然后今天那张灵魂，其实我觉得那张灵魂本身，那当然你要说那张很别扭也是啦，因为你想想看其他的灵魂，像人类的灵魂。对，人类你会开下去水雾就直接叮叮叮叮叮，对，还带一个真伤。对，还有那种比较短时间的灵回，像是就是我想要怎么举例？像那个谁啊？对，像那个龙族虽然不太需要你灵回啊，但是他的那个谁水环本身带两倍真伤跟龙族珠，对，然后再带一个灵回，对，这种就是很优质的灵回角，就不是为带而带的。对，那有什么就是为带而带的灵回有啊？唐雪剑啊，对，唐雪剑就是为带而带的灵回啊。之类的啊，这种卡片。那机械族那张，它本身硬要的成分居多，因为它两招本身是叫你配合起来开的东西。如果你只开一招的话，你喷光那个行动值，你知道对机械族的，我之前有讲过，机械族的行动值涵盖四个东西。对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追打哦，你到多少趴金，多少趴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追打哈、哦。然后一个是珠子的效益，你那个追机械族的属性，哦，对照你那个行动值趴数，你的珠子的效益会提升哦，10%的样子。对，根据机械族的数量哦，最多60%的样子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什么，你提升到满行动值的时候，机械族伤害会有两倍，哦，会有两倍。然后另外就是我刚讲到 BGM 嘛，对，大家都知道。对，那你把你那个行动值喷光，对，要是你今天不能及时拉回去的话，对，你要知道你的输出掉头。之前 Omega 那个，我就说 Omega 的那个设计本身蛮酷，它叫你喷光行动值，那它喷光行动值给你什么？给了你一个减 CD， 对，跟一个亢奋，对，这完全不会行动值落差，那行动值落差超级无敌大，可能还会说到几乎到少一个零了，你懂意思吗？假设 Omega 那张大爆发本身就是算有点尴尬了。然后那日本城虽然本身补了一个机械族非常非常需要的灵回，但是一样的问题啊。对，你但这招本身就是为了灵回，居然没有其他任何功用了，比较少了。那当然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用法是说，如果你今天用的是进场没有满行动值，像你先像利益斯，对，利益斯进场直接满行动值啊。感谢郭马神第28个月续订。那当然，我不是说利益斯需要这张，因为利益斯自己带灵回。我举个例子而已。对，利益斯进场直接满行动值了。对，所以这种时候，你的那第一招冲能就变成说，你先开灵回，对，喷完，然后再开冲能冲回来。好，那如果之后出现那种队长是进场机械跳技能，但是他本身暖行动值很慢的，简单一点，进场直接跳技能，可他本身暖行动值非常非常慢的。那我今天进场直接开那招充电了、啊，反正灵回又不是第一关就需要用。要建议康闭嘴。懂意思啊？这个时候第一招就可以拿出来充电了。可是那当然充电的角色以前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他带来只为了充电，所以以前有一张木机械，忘记叫什么名字。对，木机械是依照队伍中的血量的，对，血量的多寡，然后帮你充行动值跟背攻。以前还蛮好用的，忘记叫什么名字，反正是一张双周。
对，那这种卡片本身除了充能之外，还有其他用途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对，有没有记得？那张有点老了，老机械组在用的。哎呦，它是叫兰达吗？兰布达是不是？会死吗？好像不会。蹲。咦？哦，对啊，兰布达以前很好用啊，可是这张卡片就是它除了以前有些卡片是为了充电而带的，对，可是这张卡片除了充电以外，还可以多就是多一个小增伤啊，但是以前很好用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相同种类，相同种类。这样，哪个颜色的、哦？我想一下，初音有啊，初音有充电吗？我想一下，什么？我想一下，那我真的发现没有五组。干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双子那边可以互相充电，不是吗？印象中啦，其他我记得没有啊。一二三四五，就啊。还有另外一张卡是什么？我记得有一个日本城跟一张路过的卡片啊，只是我不记得那张是什么了。对，看起来是真的是路过的。然后姐你忘了啦？对，我又不出机械。哦，是大姐，哦，是大姐在充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不是，因为我脑袋里面想到的充电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精英双子可以互充，就是你开下去它会互相减CD这种感觉。应该说大双子会帮小双子减 CD， 懂为什么？對，我脑袋里面第一个浮现是这个，那你要讲说充电，我脑袋是一片空白啊，对，到底？哦，对，大哥也有充啊，大哥是充旁边的，大姐是充全队嘛。今天还有什么话题呢？有没有要破个话题呢？我们今天正在收割啊，因为真的没什么事情干。不对，咚，是哦，哎呦，还有这个，五、四，大面具怎么样？我这个关卡，你要大面具，你去挖那个黑子山就知道了、啊。也是关卡本身，好难的打，救命！对，虽然猫猫已经帮我打完了，猫猫因为猫猫没有剑齿虎，然后就直接开我账号去打，笑死。对，我又不是数学达人。啊，甜心卡必买啊！对，可是下一个我比较喜欢我的那个，就是这哎、欸，现在的甜心卡是那个什么嘛？就是大耳狗之类的吗？还是什么？一个弟弟？也现在这个比较可爱哦、喔。新的超丑。新的我不知道，我忘记那个什么。但我已经买了。看起来，吸一口。开开，我刚是关了又开。
欸，你们平常田径卡都点什么东西啊？我平常田径卡都是点上下的两组嘛，对，然后上面通常是点大玉米汤加，欸，大玉米汤加小薯或是那个什么，或是薯饼，然后再一个六块鸡块加一个薯饼，哦，这样才119而已，蛮便宜，而且可以吃很饱。叮，啊，也有1+1啦，不过我比较喜欢喝大玉米汤，所以这个会很难打。做的蛋糕是那种，做饮料，我去麦当劳我都不喝饮料，欸，我都是喝大杯玉米汤的。对，可乐这种东西平常喝的多了。因为本来啊没办法，对，一直东西都在涨价。对，有甜心卡或者1+1这种东西就多用了啦，还有那个麦当劳 APP 的那个特惠啊，对，能省则省，然后把省下的钱拿去氪金，哈哈。14万，他不会死，欸，不会死，妈！我怕我被那个瘴气毒到死。44，啊！火连开门是比黑人弱吗？嗯。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啊，主要是因为你火灵开板之前有一只新春的，就你们村，欸，春节抽那个什么圣女跟魔女跟老虎的时候抽到一只，那个火的那只谁雷伟啦，火的那只雷伟，那只我觉得其实打起来你跟火灵的差别是差不多的，对，主要是雷伟有一个满冲，我觉得满冲打起来的手感会更好一点。可是奥巴马这个东西跟火灵要比的话，肯定是火灵的更痛，因为奥巴马都是加成加全队的。可是火灵是加自身，所以当你有办法放头的时候，你没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给他去辅助，对，你没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加 PF 认或者加全队的公认。可是火灵当头是等于说你重叠了一层奥巴马的那个 PF 认，这叫火灵有自己的公认，懂意思吗？对，所以也不是说什么火灵要跟黑人比啊，因为毕竟黑人都是加全队，所以数值本身就会被阉割。火灵毕竟要加自身。而且，如果你是要拿去爬塔的话，爬塔这两个东西最好分开用，因为这个简爬塔这个东西，你要把，欸，你要把一个队伍最大化它的价值，对，所以火灵可能可以去另外一队，然后奥巴马可能可以自己组一队，对，分开来这样。那两个放在一起其实有点小浪费哦，就这样，不同种类 ，OK。耶，等火灵开了把你们全杀了。奇异龙是年终，奇异龙说他是今年的第二个，欸，对，下个合作，年初的巨人他说是下个合作，也就是说下一个合作好像不是麒麟王，应该了。哇哦，有点凶欸。哦，这带走吗？额定多少？10000。看起来火气很大呢。麦鸡是，欸，麦当劳鸡翅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很少吃。我麦当劳都点麦脆鸡的，然后麦脆鸡他就会给你那个，欸，麦脆鸡只有鸡腿跟鸡块吧？有鸡翅吗？欸，感谢向哥的第24个月续订。对，欸，只有鸡腿跟那个吧，鸡块而已啊，大鸡块啊，所以，喂呼。主要是因为火灵二跟那个什么黑人都是很后面的程度才会想要用的，啊，对，然后这时候你就发现啊，糟糕，这个东西用了，欸，好浪费，可是不用，后面也没东西用了，懂我意思吗？台版现在第一名是几层啊？14吗？还是13？我印象中还没有看到有人爬到15啦，可是我看好多人都在爬，欸，欸，前排动得很快，啊，你知道日版那个时候第一天好像9层就第一名了吧？9层还是10层就第一名了，然后那个什么？第三天12层第一名，因为第三天我12层，然后第一名，
然后后面十四层慢慢爬，他是到大概倒数第三天才有第一个，倒数第二天才有第一个十五层的，对，就倒数第二天才有的，而且很好笑。可台版这边动得很快，你知道台版现在第一天刚结束已经有十三层了，对，看来大家都很有兴趣啊，很有兴趣吗？很难失误吧？少了一个春日啦，少一个春日是差蛮多，就是。啊，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这个马挤掉再说。不知道，搞不好会有人凹到15啊，14是肯定没问题啦，因为14你真的再不行，就把那个15层地往下搬一层而已啊。我先拿个东西，等一下。为什么当初没15？礼貌点好吗？你知道那个多难爬吗？对，我们可不是开书考试，那个每一层的队伍都要重新想的。而且应该大部分人都是到14啊，到14也才7个而已。灌篮球，我觉得灌篮队主要是那个啦，就是时间会不够，所以你要跑得很快很快很快。有时十九层打完好像还剩那个两分钟吧，我13分钟左右就打完了。对，可是到十层棺材的话，你就速度就要升非常非常快了。捏，咦哇！他直接打穿我的盾，虽然说好像没什么盾，就是。有啥限定品吗？没有，麦当劳不是一天到晚有限定品吗？对，无敌大麦克是一种限定品啊，对，韩式炸鸡也是一种限定品啊。对哦，无所连接相等。对，我在这边说韩式炸鸡是全麦当劳对最值得复刻的东西，谁同意谁反对？对，我跟你讲，如果到现在还没有吃过那个。糖醋鸡没错，糖醋鸡的人赶快去麦当劳吃一下，那个真的是很好吃。可惜那个东西没有什么优惠，就是你没办法配甜心卡去使用，蛮可惜。哦，这还越来越多。薯条也是限定品，直到麦当劳倒闭之前，对，观念正确。不过老实讲，甜心卡我一直点那些东西啊，所以就是说，好像他除非他动到我大米汤啦，不然甜心卡怎么动我好像没有什么感觉，就是。不要动我的线，不要动我的大玉米汤就好，拜托。搞不好鬼，他在蛇夫的关卡150步限制，所以。
噔噔。还记得我说过，其实巴力很害怕，很害怕双十字，因为双十字这东西会严重干扰到你切直视。巴力很讨厌双十字，送他一根粗薄的，因为还要剩汤。OK， 欸，等一下，这家伙还有那个哦，还有步数限制哦，没有注意到哎。好吧，我不敢动了。吓死！还好我刚刚没有大风车。有五个头吗？五个头现在不是在隔壁吗？不过老实讲，麦当劳的玉米汤还蛮贵耶。有时候你知道我以前还不知道玉米汤多贵，就是我以前我都是点餐，点餐完之后跟他说想要把饮料换成玉米汤哦。结果后来就大概我高中的时候吧，高中的时候我就跟他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只要一根玉米汤就好了，就单点大杯玉米汤。他跟我说五十几，我说我靠，五十几。啊，那个时候还不懂事啊。可是不行，麦当劳玉米汤实在是听说是那个什么 Costco 的罐头出来的、啊，对，可是那时候还不懂事。好，请问还有什么新可以做的？我得一个银白招安全，等一下，我有这个，我忍很久了，你看一下，我有这个65抽，又到了我每个版本最期待的环节，对，13抽铝塔币。是不是该开赌盘？好久没赌了。哎呀，我们之前都怎么赌啊？13抽有没有黑金啊？只要是黑卡片都算。对，有黑。好，只要是黑卡片都算哈。这边先讲哈。来13抽，用张硕没关系啊，就两边嘛。我比较喜欢看红帮跟蓝帮互殴。对，如果有1、2、3、4号帮的话，那个很不团结。对，红帮跟蓝帮互殴比较有那种就是革命的感觉。噔，来看一下蓝是最右只要一张黑而已哦。看这边我应该，我想一下啊。这是我觉得出拉普啊，心心念念的拉普，在这里啊。上次好像是有啦，上次好像是有，因为其实怎么说，黑金卡几率很还蛮低的吧？有没有上个字全部加起来好像多少1%还是几%的？对，超级无敌低哦。到1%左右。可是上次有，而且我记得上一次好像十连才出过两张，还是什么鬼的。好，在你们那个时候，我先去抽个命运仪。那我问一下，除了要去，应该这样讲啊，有没有人是等一下在犹豫要不要抽妲己的？对，潘多拉我就不提了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奔着潘多拉去的啦。对，有没有人是等一下想要抽妲己的？因为其实很多人很在乎说啊，我已经有01了。对，而且妲己已经快一年了。对，妲己是去年的第二张黑金嘛，所以年终的时候，黑金。然后妲己已经一年了，对，那我到底该不该抽那个？其实老实讲，我觉得妲己玩起来，主要是他的那个玩起来的机体非常非常舒服，因为妲己本身抗，大家把全神魔大概90%的盾全部给他拆了。对，敌方对我方施加的盾啊，对，你想想看，那个燃烧粘附，对，碎裂睡眠。对，然后灼热地形他也不怕，对，然后还有根性可以挡一堆奇怪的东西。对，虽然说根性跟灼热地形这两个，对，我们一直吐槽过很多次。对，然后还有
还有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对，而且别看他这样，他现在依旧是妖精最顶的一张队长哈，妖精最强最强，剩下还是妲己，而且妲己本身打关卡也是数一数二快，因为毕竟他有经常减八，而且他平砍，我相信大家的那个平砍，对，很多都是被木兰姐洗脑的，因为木兰姐的平砍实在太高，那真配个萨放平砍就是破千亿哦。对，如果您还不知道木兰姐的平砍的话，我们这边来工商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说啊，我的，对我两百颗石头扛得住的话，我真的觉得妲己是可以去抽的，你们觉得吗？对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，我觉得是真的可以去抽的。对，哒啦，你刚刚那个队伍技能，那队伍技能是一长票，你看超级无敌长，而且他玩起来那个什么，玩起来非常非常说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零一跟妲己拆的盾比零一还要多，你知道吗？零一可没有灼热，也没有睡眠这种内建的内盾解盾，而且零一也没有抗碎裂哦。零一的解盾就是很多嘛，可是有些东西是来自于他主动技能，对，妲己不一样，妲己是全部放在他自己身上的。刘队长，谢谢你啊！对，妲己那个时候就是他已经把该拆的东西全部拆，剩下东西靠队员啊。对，而且别忘了，他有妖精减八哈，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势的队长。所以我其实我不觉得说零一有比妲己，但当然零一在速刷部分我觉得无人能敌，因为毕竟他是全牛棚哦，这个差很多。因为毕竟当初凯撒跟妲己在 PK 也是，凯撒也是赢在牛棚的部分哦。不过这不影响妲己本身的那个机体已经非常非常强了。零一非常说，零一如果现在复刻，我相信一堆人都会去抽了。对，不得不说，好，不过我这边单就妲己来讲，我觉得妲己现在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势的队长，所以你如果今天觉得这两百颗石头你花得下去，对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其实可以抽哎。那潘朵拉，如果你今天真的很想要潘朵拉这张卡片的话，我觉得就，对，不是听说潘朵拉快解放了吗？对，今天不是先贾比尔吗？好，你看啊，这个对面没有减伤，我知道妲己有克死，对，看好这个伤害哦。我相信很多人的那个平砍都是被妲己洗脑了，就是说，哎，现在当初那个平砍没有到这个线的，对，全部下去。咚，还是快正义了。哦，妲己那个伤害本身就是已经到现在还是前段前标哦，所以说还是前标。啊，不过听说这种副歌不会有武装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老实讲，妲己的武装在他自己队伍里面还真的是有存在感，因为妲己本身是属于妖精，他本身的实血比较少哦，所以你给一个木妖胖子去撑那个实血，对，木妖胖子指那个家伙，对，或是给妲己自己去撑。去撑输，因为妲己毕竟自己需要25颗，没有到很难无视那么多东西，然后自己还有一个妖精的那个击伤的部分哦。哎，在这。好，武装有没有差？那肯定是有差。对，不过我相信大家现在怨念盒啊，或是那个对九凤凰哥带着，我就不缺这一点伤，因为妲己本身伤有点高，只差那个吹血的部分。好，以上是我对妲己的想法。我觉得真的，妲己现在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势的队长。如果你今天你错过了零一。对，然后你想要一个很舒服的队长的话，我觉得蛮推荐的。刚刚，来这样，很少不开心，都很少东西复刻之后还是他妈的超级无敌顶的程度哎。对，金石巨人，你说金石巨人下一版本出一个超强的妖精队长，我觉得很难哎。老实讲，你知道妲己的规格就是跟当年那个。当年那种蚩尤的感觉一样，就是他规格是高到一个吓死人。对，我不觉得今天就算我讲句老实话，我不觉得今天真的出了一个新的妖精队长，或是一个什么妖精的解放，对，或甚至是合作的独立一趴大奖，有办法比妲己还要强。我是这样觉得啦，就跟巨人那个时候，你知道巨人那个时候一堆人说哦，不要抽零一，我抽巨人，对，巨人一定比较强。我那时候就说，你再怎么讲，我不觉得巨人会，那当然巨人有他自己的市场，对，巨人有没有他强的地方，有他自己的特色，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想说，我不觉得巨人。因为那时候巨人之前还没出来嘛，对，巨人大家都在等那个神放送啊，神放送，就是我就说，我不觉得巨人出的再怎么强都不会比零一强，懂吗？因为毕竟人家本身就是规格外嘛，对哦。刚赌什么？赌那个啊，铝塔币啊，那我现在来抽啦，给13抽铝，够不够？我们先把抽3啦，对，把3去一去。OK， 一。噔噔，干一趴，多少一趴呢？哦，会亮哎、欸，哦，
可是现在蹲乾隆都 2.5 嘛，永诶 2.5 有需要蹲吗？以台版的送食量，那个 2.5 都直接抽到紧了吧？有需要蹲吗？乾隆我觉得是一定要抽出来，因为他毕竟到现在都还在封闭的上班。好，来啦，一个十连直接结束，哥哥。搞了原氏。哎、欸，啊不，怎么是这个？这是蓝的，它甚至还会亮哎、欸。好了，太可惜了，可恶！我觉得我们下次，你们下个版本提醒我，下个版本的那个吕塔币，你们提醒我，卡贝会不会变？就是，应该说我们赌是不是白金？对，赌是不是白金？对，这样就有一些天外访客哈。对，我们现在是赌是不是白金？对，是不是全白金？对，如果有出现一张时空之轮或是黑金卡就不算了。结果也是光啊。泳装那肯定是得抽啊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那个弹射的卡片慢慢的在变强啊，对喽。干不过，其实讲句老实话，我觉得永祥太反而是，就当你看过整个泳装的那个，还没得到安安安安。对，当你看过整个泳装池的，就包含像狮子跟卢卡，因为狮子跟卢卡虽然本身不是脱衣服的系列的，对，可是他们涵盖在整个泳装的范围内。你看那个其实发现说，好像对永祥太反而不是里面最，反而不是里面数一数二强的。永中池里面神经病的东西太多了，那当然永强泰我觉得还是得抽，因为他跟怎么说，他本身在风纪上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怪，而且他这个全屏哦，30倍全屏，加三百技商，你有没有看过？可是作为怎么说，作为过来人，你会发现说，其实永强泰在那一批里面反而不是最强的，对，比较鬼扯的东西太多了。积分制那也是等下一次啦，对不对？图沃其实不是啊，图沃你那次没有永强泰也凹得上去啊。对，而且其实那次图偶的重点不是技商图偶，是直击图偶哦。问题是出在无声灵路，不是出在祥太身上。对，平常很少会就抽常驻啦。对，可是没有祥太那边没有那个祥太，你也是可以凹到就是一个合格的线。对，问题是你没有无声灵路的话，你那个风直击简直就是坐牢。对，这个比较麻烦，就是。然后干嘛？刚突然忘记了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怎么这么多五金？我留几个下来做那个好了，有哪一天用得到？来啦！说到弹射，这次情人劫持分号70抽搞定，组号211抽头破血。好，你们知道我日版抽，我本来想，因为你知道我日版第一次情人劫持那个不是很搞笑吗？所以我第二次我就下定决心，我只要在100抽之内捞到一只。我就直接心碎警帅，那你们猜我第一只几抽到？第一只几抽来？因为我已经很少石头，他们就继续氪。我只要100抽之内抽到一只，我就直接心碎，因为我心碎3000多心碎嘛，直接警帅也不会缺什么。结果我抽了231抽才出第一只 PU， 我前面也才出了大概3只五星。哇，你知道那个就是已经到231了，你会不会抽到警？会啊。哎，感谢1234大前太师。哇，你知道那个？就已经抽到那个快要神经质，神经崩溃，不在讲，好很酷哦，把这个打完好了。哎，231抽才出第一只 PU， 对，这游戏真是什么东西？希望下一次给我 O 一点啊！等一下，我要再问答。嗯，这个是要，这关键字是什么？完了，我找不到这个东西关键字。这个东西是，水狗，我不想谈啊！所以我就是因为水狗那一次我才那个啊，对，我才就是直接紧啊，结果他妈的，哎。我竟然找到我刚刚打问答找不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感谢建成，就不用作弊。你要确定，我这样硬出进去，这个不好玩哎。象征梅花 ，OK， 我看一下哦。答案是错误的哦，错误的。啊，弹射这种东西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。然后13个人，我是错误的，对，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
有名桃花节，是正确，是正确的。七龙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这应该是正确的喽。有花卉组队没炸啦。对饮食习俗哦，没有习俗，所以是正确的。啊，哎，这是正确的。我的麦还没打。嗯，好，这是正确的。十五元哦，十五元哦，是正确的。这个不错，不是，我指的不是不错，是那个时候就是。那就是手贱，你知道？你知道我在五十几的时候，我就五十还是四十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抽了两只 PU 了。可是我就铁头，你知道？是四星，那四星我就紧，我应该后悔一辈子。可是我现在真的后悔更久。哎，我真的狂打啊！我没有啊，我道具我想换的东西都换出来了。你们看，想换东西换出来了。豪哥这边武装我已经各换了一个，然后也把背景给带走了。然后这边只剩下好像只剩下一些金魄之类的吧。卡片我也换满了。那就金魄换一换，水金魄、火金魄、木金魄、风金魄、暗金魄，哒啦！你看这没东西啊？哎、欸，这东西我已经换满了。龙辉整关都没盾，真的假的？如果先开八力进去不看关卡资讯，打得过吗？还是我们应该看一下关卡资讯，就是直接拿这个进去。我印象中这关是没有逆回啦，印象中，对，而且没有一些比较，还是我们今天直接盲打。我根本没看关卡资讯，我们今天直接盲打。两卡真的假的？我是看到蛮多两卡，你知道这个轮回好像看到一堆东西都两卡，欸、到底？然后直接周杰伦，我信你们一把。也周杰伦，周杰伦。没什么奇怪的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如果死在奇怪的怪手上的话，是不是就，对，是不是就很好笑啊？哦，第一关四钢盾，你知道为什么知道第一关是四钢盾吗？因为我一天到晚进错，就一天到晚打那个福利关，然后进到那个轮回。然后说，福利关不是特别点一点，然后铁人锤下就什么事情发生？啊、这组其实，如果这个轮回真的可以那么多卡，那么多人都是两卡通关的话，那我觉得这组应该是不会碰到什么问题。老实讲，如果真的那么多人都两卡通关的话，三年，那么夸张吗？我记得伟王不是也是几百亿血，对，没有到三年吧？对，敌人技能或许会有啊，那当然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还记得我们以前看五鼠盾都吓半死，对，什么越战越强都是以前最强的技能，纯元贝都不好，真的假的？每个人参与月的第二十八个月，现在开了二月开六次台，真假？二月开六次，可是现在是三月呢。第二只 hot dog， 感谢你的确定啊！最近真的没什么好开的嘛，在合作结束之后就不知道干嘛。这时候忙走了，所以等一下，所以你们现在讲这么多通关，是等于说我等一下如果我死掉的话，我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我很烂？对，感觉是零四八六第八个月续订，至于签不签不签。对，我们聊天室很多人签下去，你可以问一下他们。对，如果等一下死掉的话，是不是就哎？我们等一下死掉就连台一起关了，太丢脸了。我希望是不要了。
这个轮回这么那个、啊、这么简单？是因为要给大家收集开心的收集素材吗？还是？哎、欸，滑掉了，然后把手机拿起来啊。那、欸、为什么会这么简单啊？你给先开了。不，吓死了，吓死了。这第一次，当然好像只有说第一次通关，可是不是啊？你第一次通关，他送没有东西各十个。对，其实也算是一个很可观的素材量啊，因为毕竟有些人不想去捉你那个level 2嘛。没有摸过。哎、欸，讲到这个，我最近那个、欸，最近那个 FB 他也会跟我说什么？哎、欸，什么东西不允许，什么鬼？是指这个东西吗？然后说什么什么东西不允许，请在什么地方获得什么允许，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的，对，然后就登不进去了。不过我有绑 MID 啦，所以其实没差。是那个关系哦、喔，那个要怎么解决啊？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法？我一直以为是网页版在搞怪、欸，还是不行，就只能换，好惨啊！我在想说，是不是只有我碰到这个情况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大家都碰到，哈哈。哦，所以是全部的 FB 现在都会出事哦，不能没有其他解法，就是好惨哦。我有绑 Apple ID 啊，不用担心。啊，很习惯被 FB 搞了，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呵呵真的出事后就是啊 okay, 角色地形盾。猫头鹰什么的，猫头鹰又没刷，因为我已经有一只满记的啦。对你有去电玩展就有一只满记的啊。对，就猫头鹰是那个谁，猫猫借我账号去打的。对，但我登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打完三成就了。呵呵。不过猫头鹰今天关了，对，所以还没有通关的，记得还是去打一下。对，今天猫头鹰是基业组蛮不错的一个牛棚、哦、如果你要拿来当队长，也是 OK 啦。所以鸟蛋放不下吧，一只不是50吗？对，我放不下整堆鸟蛋哦、喔。主管说：“哎，没有，你要放整堆50，要大概都要900还是快1000等哦、喔，才放得下啊、喔。”看来我很瘦。有鸟蛋 ，OK。哦哦。九连击盾反击，看这个星珠他妈傻小。都爆牌放不下，250很肥呢。刷我这是112没有，我没有刷我这是12233C，我是刷了一，我是把它练到 G1，然后把它去做成龙科了，好吗？啊，有没有解释一下？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无敌龙科有不死的效果。看看我无敌的不死效果。他这个锁技是锁永久的吗？我们等一下被下关仙宫滋一下就直接不见了。知道了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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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、欸，其实刚刚我不会死啊，谁叫我开龙科的？
假，这个过去有这么咬？我想说，都已经连续两下了，应该会死人，就有些人不会死、欸。真假没人叫我开龙哥，有啊，有人叫我开无敌的盘刀，好可怕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反击50%攻击伤害，我先把护盾开回来。这有骷髅头哎、欸，真假的？哎、欸，5533好了，五。怎么又热狗啊？热狗现在已经是新任的台主啊！对，放一下，有什么不好？哎呦，噔，你带走啊？哎、欸，我靠，水鼠符哎，两、欸、个是月扣，哦，月扣 ，OK， 还行，哎、欸、呀，他怎么是 CE2 啊？这种灯看到不是通常会预测 CE1 吗？结果居然是 CE2 哦，真的假的？这有很硬吗 ？Hello。159亿哦，是一二应该还好吧？乱杀妈，可以把这都叠好了。对，没有人告诉我水鼠风压，天哪！这一对 C 一好像就没了。对，还好是 C 一，还好我技高一筹。看好了，还有结界啊！干结界加十字哦。202，干这好像要变身哎、欸！你们知道结界地形对巴黎来讲已经是一个很痛苦的东西，然后他还要加这个，干这货不能叠珠啊！天哪、啊！啊，反巴黎盾哎、欸，足了。刷！把智商全部刷下去，那应该够了吧？那也不够、啊。嗯，算了，我怕，再开一招。不是，因为你知道，在双十这时候是切不到那个的，是切不到直四的，因为我现在不能叠珠了，你们懂我意思吗？我现在不能叠出，这个问题就很大，就这样，太多吧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很怕齁。对，如果这个没过后，等一下是不是就要推塔了？哎，喂 ，OK， 哈哈哈哈哈。啊，比他血量多了一点点。哦，对了，也是啊，可以一直忘记了，那就这样。看，这会死的人，会死人的印记，那么多，可以这个。对，好像右边可以放哈，我太执着要那个天降了，还是忘记了？干，我现在完全没任何技能，会不会出人命啊？要打130,000，好像可以哦。对，多一点点而已啦，比他想要多一点点，你没有什么意见？蹦，喂，哎、欸，嗯，啊，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，这个会追击，完了。好，是时候了。对，我要开我自己的直播了。完了，没有人提醒，没有人提醒我，完了。干，这也是个龙哥也救不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就没有提，不是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这刚才出这个奇怪的东西。我要去找那个关卡资讯了。我要多少？我要多少血才活得下来啊？应该是我要多少颗？出事啦！出事啦！
六万哎、欸，这种只能盯，只能盯两次哎、欸，太离谱喽！我们有无敌的回放。哇，我这个他妈切到我要成神了！看一下哦，他多少23，所以。我至少要切21对不对？龙哥没救，龙哥不是延迟，龙哥是不死啊！我想一下哦，感觉应该是这颗棋手会好一点。这颗棋手是光珠，然后我可以，看一下哦，白秀才吗？这秀才没用，我还是得转啊。还是要模拟啊！我觉得这边模拟半天，我还不如直接出去再一场哎、欸。啊，算了，我直接转了。我看一下，啊，乱掉嘞、欸！哇！啊，不行，这是打三下，对不对？啊，干差一点点。嗯，哎，哦，对，这个是反击耶。OK， 对，这个东西是反击。你们知道巴黎有一个没有人知道的队伍技能，就是，哼，我都不知道哎，应该说我都快忘记这东西算反击了。好，我们活下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刚转到21颗了，我已经尽力了。这东西算反击，来让你看一下，在这里，受敌人反应伤害减少85%。当然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，我真的忘记这东西算反击了。这是木，这个是木，我手上这个是木，我手上这个是木，两位是听好了，我手上这个是木哦。对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手上这个是木哦。完了，等一下，我手上那个不是木吗？不对，我手上那个是火，靠腰。干，不是，他是那个，他是水属性的、哦、然后我手上那个是火，白痴。不，哎、欸，我不是因为意外死掉的好吗？干，不是木，没有人提醒我，哭啊！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一次。不是，你知道，我觉得我刚刚脑容量应该被那个什么，被那个反击占掉一部分。我为什么看着向下的箭头，然后我还说这是木？有没有可以解释一下的？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好像真的不应该死哎、欸，糟糕！既然刚刚都那么漂亮，这也没有很漂亮。我看回放，都那么漂亮的解掉，结果居然不是，干，可恶哎、欸！对，如何表示？怎么说？如何体现脑袋抽蓄的时候，就是看刚刚那个画面。好的，黄道，好歹不要放中间，不是因为我习惯性我转到我就会停下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会停下来。不过每次我刚刚如果放中间，我不会死。哎，我什么都不想听，我现在只想要 speed run 回去。搞前面那个双十字那关真的开太多了。也不出意外就出意外，我要贴个热狗。对，我相信我的直播延迟应该很短，所以你们聊天室刚应该是一堆人都是看着说，哎、欸，你看这是木哦，你们知道这是木吗？你看我手上这颗是木哦，然后眼睁睁看着我按着一个往下红箭头的东西，把它放在木中间。对，你们自己说，你们刚刚是这样。明明就火波子，当我意识到的时候，我才想起来，哎、欸，没错，也是火珠。对哦，也是贵的呢。干完了，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
霓虹箭头，我看到红箭头了好吗？我看到了，然后我还把它当成木哦，受不了。啊，不过那个是反击的确啦，那个怎么说？有些时候就是你被打到之后才想起来说，原来这个是反击，因为巴力会挡反击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之前有应用过，可是我忘记它是反击，你懂意思吗？就是忘记这个东西也算去反击了。不知不觉，我甚至觉得好像我从头到尾也没什么技能好开，我就直接开个平，开个下腰，直接平衡打到底就好了。因为我觉得我血量少，但我刚刚如果有把护盾补回来的话，对，应该就扛得住了。只是我刚刚前面开太多了。有两百颗吗？取决于你牛棚啊！我刚刚有讲过，木打井的强度在现在还是一等一的强，尤其是它玩起来非常非常舒服。对，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哇，这两百颗是你愿意花下去，我觉得木打井现在抽下去也不亏。对，很多东西复刻的时候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强，可是木打井现在还是它的那个全盛期。比如像那个两个技能在，其实老实讲，那个时候很多人说木打井技能太短，对，没有什么价值，就木打井两招的那个感觉。可是老实讲，木打井两招是非常非常厉害的。对，虽然它短。可能两招，一个是一削嘛，一削加破盾，一个是魅惑加，也是一个破盾嘛。对，这妖精里面也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圣队员嘛。你看一天到晚会有那种把木打井放在队员的那种妖精通关的、啊，对哦。那当然我说要抽不是为了队员的方向去抽啊，我只是说他给当队员的，对他队长还是非常非常强势的。啊，不过毕竟两百颗嘛，自己想一想哦。我是攻击的魅惑，我觉得就把它当成篇幅不够嘛，就是啊，你今天对另类的双效二选一技能，我今天我要攻钱我就破攻钱，我要魅惑我就魅惑，对，另类的双效二选一。颜值，我颜值是挺短的吧？对，颜值算蛮短的吧？对，可是我觉得应该让很多人刚刚都是默默看着我说，这是木哦。对，默默看着我说，你看这是木哦，然后转下去了，发现啊，干这不是木。魅惑当送的啊，那真的当送，通常都是破攻前盾啊。不过老实讲，妖精里面的魅惑跟攻前盾都有，可是破攻前盾怎么说？魅惑这种东西的角色，平常我不会特别去带，懂我意思吗？破攻前盾的话，你平常可能会有他去带，可是魅惑不会，感觉是这个。对，所以就变成说，对，这两个双效二选一的技能其实还不错啊，对，偶尔还是会用到啊。那你要不要出来就看你自己啊，因为毕竟有两百颗呢，对，新合作可能快要来了，不然就憋一下嘛，反正会开一整个礼拜啊。好，这边二十一颗，这个新进香有二十一颗，其实蛮可怕的。还是我们先扛一下啊，我只要不要攻击，他就会反击。卡贝兰的那只，那就是看你想不想抽啦，对不对？那是我还真的用过，以前拿来喷一些钻石奇怪的东西的时候有用到过。对，注意这个也是反击。投鼠。
是反正应该说它这个算是一个。算是一个新的那个啦，因为毕竟它上面以前我们都讲什么数字盾连击、追击，对，可它的那个敌人技能是说数字盾反击，懂我意思吗？也是平常不会特别去注意的。对啊，这之前做了一个什么统一的那个啊，所以一些盾就被纳入一些很奇怪的分类啊，所以哦。对，就跟疲惫不是疲惫一样。对，虽然说有些东西有防疲惫，可是有些东西不是疲惫哦。对 ，Who knows？ 这个，嗯，根据刚刚的经验，这样应该打得死吗？啾啾啾啾啾啾！哦吼！我觉得我这边应该是先扛一下，哎，先稍微洗个技能之类的，哎，这边死不掉，这死不掉吧？看一下，13万 ，OK。拉普这边已经跳了 ，OK， 可以走了。等一下，下一关是不是有复消啊？我记得我刚好像被消掉什么东西，也不重要了。好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了，23颗哦。5 5 5 4 4，呜呼，好硬哦！哎、欸，这是会硬哎、欸。8组啊，8组的话，哇，星点成火是不是就？就差不多了。这是5 6，然后就这样。这没什么盾。左机怎么样？它是8组属性珠啊，属性珠的话，你就是必须你要开左机再开一招拉普、啊。那既然我现在版面上有的话，我为什么不直接就是？对，属性那个左机里面有2组星珠的关系。那就拉普二也没跳啊，我关什么鱼？无畏，封锁攻击5回合 ，OK。这什么东西？我还可以再多拖一回合。喂！呜 ！What the fuck is this？ 目光连击相等盾。那我开左击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那我要来一波大爆发，我先存个技能。我拉普应该快跳了吧？一。好亮、哦！叮，又来了、哦！好，可能目光嘛，有没有其他的目光连接 ？OK， 心目，哎、欸，我是控制 ，OK。
好，就这样。然后，好，这边同我排队。好，就决定这样了。错！那这轮回好像真的蛮简单。这除了我刚刚有一关那个什么血量，我突然觉得好像暴增。对，其他就好像没什么那个，没什么感觉。哦，哇，明天见。也是没办法，要修全版，我怕我等一下动了就没有全版了。大家不是目光连接箱，等一下要全版吗？那我等一下动下来，我就要他妈重新跑到日程，先不要。OK， 可以打你妈妈，可以啊，一直都可以啊，他有特别写出来啊，所以是可以啊。呀，嘟嘟嘟嘟嘟嘟 ，Oh my god， 过了，呜，对，真的很简单的，没错，对，怎么会死呢？对，梁医生要不要说一下为什么会死呢？对，手上那颗是木珠啊。新成员是谁？哪一个新成员？啊，体力好多、啊。这次要去讲丧礼是不是？第一开头那个哦，那个是那个是确实大吉吉四号，五次。哪下地狱哦？金箍吗？金箍不是猫头鹰？猫头鹰我是真的不想打，而且猫头鹰我也没研究。我不是说那个猫头鹰不是我打的吗？那个是猫我打一打，突然就生了就哎、欸，然后就不想打。那个是确实大吉吉四号啊。啊，金箍送我去打过了吧？我记印象中那种送我就是还没解放，不是吗？还是已经解放了？哇！干讲啊，这个月要拍一些片，可是都不知道拍什么主题，还是我等一下再打一次？对，等一下再把那个巴黎轮回再打一次，然后标题就取对水一部片，然后标题就取注意哦，手上这个是木珠哦。还要建成帮我剪出来，建成把那个前面那个注意我手前，哎、欸，注意我手上这个是木珠那一段，加上通关的部分，对，剪一下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对，就是赶进度，然后标题就放注意手上这颗是木珠 ，OK， 对，然后全世界就知道，全世界都知道我拿错颗，哭啊！来哦，来哦，是三号啊，对，应该说他是新的四号啊。什么？为什么会是木珠？对，来个人掐死我！最近觉得光耀，你知道最近光耀的爆满，我就跑去那个买个发吗？哦，真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哦。哦，你要密我跟我说，你要哪一个商品啊？对，拍摄，因为这里面很闲，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在开退群。然后有换西瓜商店的东西，记得要密我啦。对，因为毕竟这礼拜我都没什么在开退群，所以，哦，等一下我观察的时候我来看一下。妈说没有，妈应该说他是，我就说他是新的四号，目前存在的大奇迹帮剩下零一二三呢。对，然后他是新四号哦，新四军。
是他玩多久啊？你自己问他吼，对不对？不方便嘛。不过你问他，你问他怎么说？要不要介绍一下他自己啊？反正他现在是四号啊。哦，对，讲到弹射，我刚刚有人在讲，对，明天发月薪啊，我分账，明天是最后一次，最后一个十连了，哦，不然情人节是要跑了，该死的，明天要发月薪啦，对，然后宿命者也快结束了哈，所以日本玩家记得打一下。快呀，我现在还有一罐体回击跟一整关满的体力，聊天室有没有人可以提一下干嘛的？还在那边想看我去猫头鹰基地里面进出。bang， 那是我没有，不是我抓起来，然后我看到，我非常非常确定我看到了红色的箭头，然后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反应就是说，哎，你看这个东西是木，懂我意思吗？哎，感觉哎好神奇，第十九个月续订爬塔，第八层努力中，还是我们等一下来爬塔？我还在第零层哎。也怕考你，不只是考你的手操，还有你的持续力啊！对，手操个十秒啊，你会觉得哇，强无敌！对，手操个十分钟，你就觉得哇，头脑已经要爆了。台不照，我比我日版那时候照还要烂很多。老实讲，我台不照的那个什么练度很低啊。对，我日本那时候练度是挺高的，可是台服之后就没有什么在玩。你知道台服之后我这个月，最近不是有 PU 吗？不是 PU 那个鲨鱼，我没打到。你知道我鲨鱼还是 new 吗？对，我鲨鱼那关还是 new， 然后大恶魔那关也还是 new， 然后我的那个野猪那关也还是 new， 野猪那关好像有通关。对，但我爬屁哦，野猪那关还是 new， 所以我水 F、风 P F， 对，暗记伤之类，我那个武器都他妈都还没有，快笑死！对，我就懒妹。月桥还没打完吧？看一下，还没，还是我打。我这关我知道怎么打，应该啦，不是一堆十字吗？哦，是时候了，又是你了。印象中是没有很难啊，不过火熊，火熊我有买，因为火熊之前，因为火熊刷的快，你知道吗？鲨鱼那时候就是鲨鱼跟野猪，你就是懒得去对走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火熊就进去蹦蹦，啪就直接没了。不要经常，为什么经常跑？为什么要虐自己第三次？对，我自己知道到最后应该还是打一打，可是我说我为什么要就是自虐第三次，懂我意思吗？哎，爬我才不要，对不对？会累哦。我自己这样应该爬一个，哎呦喂，爬一个十三吧。我觉得我这样，因为我这样练都十二肯定是没问题。你要看你们挑战十三，我这样练都是真的不高啦，所以。不过我可以 try 看。第八座前板没有、啊，日版那个时候最后前板好像才第七层就可以了，第七层就有称号了，也就只是看台版这边愿不愿意爬的人多一点啊。打不过我觉得台版会爬就是会爬，不会爬就是不会爬、啊，所以你看看第一天的那个，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出来，大部分人都是没什么兴趣。那么奇哦，还有吧？十二层有到很奇的程度吗？也没有吧。那当然台服我重要我都有抽啊。十二层也不是说很前面的进度吧？哦，对啊，三号不是前百，三号是前六千，对，都有。我台北也只是该有的东西有而已啊，对，也不是说课很多，就是。二板素材多，我没有练一些奇怪的东西啊，所以咯，
但我现在比较担心就是我刚刚说的，我这些武器，有火熊，我除了火熊以外的 2.0 共斗，我根本就是连摸都没摸哎。对，我就说啊，跟这是亏大，这是风珠有加倍哎，没有打到，哭啊。喂，好亮！那为了爬还是得开啊。对，应该说，其实你现在爬塔会用到角色，代表说你之后还可以有机会拿去跨属，懂我意思吗？对，不仅仅是这一次爬塔会用得到，之后还可以拿去跨属用。哎，可不可以就是？奈落石怎么那么简单没有啊？因为现在卡面太强啊，也不是奈落石减，奈落石没有什么在成长，倒是真的啊。对，不过最近卡面的确都很强啊，所以哦。啊，那什么？哦。我觉得这关后面是不是有锁技啊？这关的二血好像就是锁技耶。我们这边先暂停，偷偷开一下。暗水，好亮，好亮，好亮。这样，对，正好就连得起。算了。有骷髅头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会死吗？这个，哎呀，180,000，对对，187553，减伤之后，7535，14万，可以吧？可以吗？对呀，77991加0。有超过耶，呵呵。喂，妈的！呀，这个是，你知道，没有盾，那绿出十颗暗呢、啊？开我无敌的龙科了，多队战，哎呀，在多队战最近期的多队战就是母母吧，是吗？是母母吗？有人可以帮科普的？可以了。但同属的就真的难搞哎、欸，五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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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嘟嘟，多少钱？380亿光水。哎，熊宝宝安安。嘟嘟，好像成这样了。哦，多增加一个四哦。等一下，蹦，啾啾啾，哇！我应该补个血啊，这血好危险啊。水火暗，这个怎么？免得等下出事。慢煮，慢煮，快快快快快！水之心留下来。
是谁的啦。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对对战这个好玩的东西吗？我觉得对对战这种东西是偶尔会出现一次，对，打起来那种怎么说很壮烈，怎么说很有那种攻略的感觉。可是如果他对对战很常出现的话，就变成说很那个。哎，对对战尽量不要出现在那种就是要需要周回的副本。对，虽然轮回我倒觉得还不错啊。对，高难关卡然后给你一些就是高的回馈。那如果像母母那种，你每次打进去都要打他妈26关，你觉得、哦、好累哦，救命！2万哎、欸，7万月宫月球，咦，哦不对，它是月空，好、哦、是这个月宫月强 ，OK。不会死、欸、吃我的全反击！好，水十字。我、哦、是一滴血，等下教官会出事。那多少是黑的？周回这种东西，肯定是你只要打，你只要打第二次以上就算要周回了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一个东西打两次，对，以这游戏已经闲成这个样来讲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只是啊，看你们啊。如果你真的讲周回这东西，只要是第二次以上就会有问题啊。这是弓前盾吗？哦，对，是他盾。所以如果今天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道拉格不是一个就是你要一直打的副本，他可能就是像这个女儿节一样，是一个很高难度的轮回，对啊，每五关给你放个多对战，哎、欸，全部人打一次，哇，好刺激，对，然后拿丰厚的奖励出去，就大概这种感觉，对，那不是不错吗？那可能道拉格这东西要周回的、啊，所以喽。真的要讲的话，其实一次跟两次的差别没有到很大，可是只要打第二次以上，你就会有那种就已经要周回的东西，是吧？在周回的定义上，王冠这是那个吗？20株 ，OK， 它是50%哎、欸，所以只能两种。先存一点猪好了，5533，想不到啊！12345678144，还不够哎、欸，哼，还是我开这个暗猪有12345678是12颗。哎、欸，这不是刚刚好吗？然后把新珠变成水珠嘛。好，咱就给抽20。等一下，5555。越来越打一打也是啊，因为就是灵异很强嘛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多对战这种东西就是，对，让其他人就是动个脑袋去组一些其他队伍啊，不然你老是玩一队的话，其实玩久也会腻哦。哦，对、啊，你偶尔还是想看一些其他队伍表演一下，不然你永远都是灵异在那边进出，对，不是就那怪怪的。火十字线盾。
对啊，像这一次这只猫头鹰虽然献机械，可是你可以看到一些很奇怪的队伍出来速刷，对，什么基岩，对阿里，或是诺贝尔，那就觉得哎、欸，好像用其他队伍玩起来，也别具一番风，别有一番风味哦、喔。要死啦！哦，对，被这样打还有暴风哦、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六十颗。哎、欸，这边直接冲啦，然后可以直接冲哎、欸。一组水都没有。小哥，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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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毕竟还是有那么多队长嘛，虽然说过年黑金这东西讲是讲年票，但是偶尔还是我不知道，因为你想想看，如果你今天你逼你用其他队伍去，逼你用其他队伍去打关卡，跟你突然自己想要用其他队伍去打关卡，对，还是两种感受嘛。对，猫头鹰这种属于什么？属于逼你用其他队伍去打关卡。对，那虽然说我们期望的大家想要玩更多队伍的目的是做到了，对，可是有些人觉得说，干，我不能用这个队长打关卡，对，很讨厌。对，这种强制力的动作，我就觉得很。你也能找到一个平衡啊，因为老实讲，你不逼的话，其实真的很少人会去玩其他队伍啊。对，可能就真的是零一打一整年了。对，今天为什么最用靠体力？我体力管还喝哎、欸，就是啊，还是一口干了，两位是一口干。然后我们来跳过升华，有什么东西可以升华的？可升华。对，其实我蛮多东西还没升华，只是都是一些很旧的东西，像这个。有什么好玩的？有什么好玩的？嗯，不然先玩这家伙了。这样我现在可以吃这个耶！耶、当年的神卡。真的，我觉得主要不是献机械这件事情很智障，是机械很智障，懂我意思吗？因为他今天献的是什么其他种族的话，可能就打起来就观感不会有人。因为你想想看，虽然说这次他献机械，可是你还不是一堆什么尘封已久的那个机械队长通关，像什么钢炼啊、天元，那钢炼、天元那种比较旧的，我们先不提。光是去年的机械队长，对，莉莉丝、杰洛斯、Omega， 对，今年刚出的阿里跟诺贝尔这些，对，都是尘封，因为猫头鹰本身没有针对到就是你。真的要爬着走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老实讲，他也没有到很难。可是你就想说啊，机械族现在就是很鸟，对，机械族现在很鸟关系。所以当你听到献机械的时候，你觉得也观感会不太好啊，对吧？所以不是献机械这种东西很智障，是机械本身的牛棚智障。这首跳过了，跳过，感谢自己做。那你们可能会觉得说，其实可以多一个种族啊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因为你想想看，阿里是什么？阿里是机人队，哦，阿里是机人队。然后去年的那个，去年的那些机械族队长很多，除了 Omega 是硬限制以外吧，其他都是你可以放其他的种族嘛。对，所以想想，如果今天猫头鹰的关卡限制是可以机械跟人类进入，对，如果他今天的关卡是只有机械跟人类进入的话，你想想看，有谁想用机械队？对，全部都他妈拿那个合作的人类队碾过去，谁想用机械嘛？对，这就像我刚刚讲，如果你今天想要玩其他种族的队伍，对，除非他逼你玩，不然其实真的没有人想玩诶、欸，真的没有人想玩机械队、欸。为什么卡比会这么奇怪的领域？对不对？阿姨虽然说是机器人队，可是他今天如果开放机械跟人类入场的话，根本没有人想玩机械，好吗？人类队长那么多。想当年，机械是男人的浪漫，一堆机械族在那边合体。
欸，现在就等他那边啪啪啪啪啪啪就饱了。感谢麦考斯爸的追随。快来快来，欧米克斯加一。头尾线机械，头尾线机械其实跟，也是啦，头尾线机械好像好一点，就是可以放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啊，莉莉丝也不用储，虽然说其实莉莉丝储存机械不，在机械组里面算比较强的了啦。对，假设你今天不去捡那个头尾不同的成就啊，莉莉丝储存机械是真的在那一坨机械里面玩起来数一数二舒服的。还是可以的，还是我来练玩具，这个就是玩具。一直搞啊。哪一天用得到？当你年初刷了太多灵魂，现在不知道该用在哪里的时候。还是我们来打打看啊！有没有好奇以前的升华是什么关卡的？我记得以前的升华都是很多关，然后打起来就是叫你开始红技能，不然就用力转。我还可以选，我还是选这个好了。对，选下面那个是不是太作弊啊？选这个好了。倒三奶真的假的？在开水，的确这礼拜没什么事情做啦。对，下礼拜至少还可以打个什么魔神战之类的，这礼拜真的也是很无聊。biu biu。第八层你就觉得痛苦了，没有？如果你觉得说你队伍中的人一直死掉是很痛苦的话，那我可以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很正常。观察队是在一直死，一直死，一直死哦。对，以前打这种九猪队很容易死掉，好吗？那个超人一死，因为很容易卡猪。然后，怎么绿都绿不出猪啊？到底？让我来挑战看看这个旧时代的升华。这个只给选六星的。哦，无法，火转木 ，OK， 无法，所以我要切单体的意思哦。要存记 ，OK？ 为什么好像为什么好像弗雷很懂？对，那请问我现在是死了吗？他怎么一拳就死了？对，以前我跟你讲，以前生化真的这样，就是你第一关没有存到记，后面就死了。对，原本那个生化是很酷的，就是你前面没有存到记，后面就直接给你死，你根本没有任何那个容错率在。哭啊！零，原子干嘛？我以为一拳不会死啊，结果左一拳右一拳就死了。对，我有办法。干，要算命过几年？按照算命，现在也没那么难啦、啊。对，现在都安诺斯瓦山有两个很重要的点，一个是血量不够，一个是输出不够。那血量不够，现在已经可以，他帮你换一个灵魂，当初是中灵魂石，好、哦，现在是小灵魂石了，哎，不，现在是大灵魂石了。对，另外一个说，现在有角色之后，安诺斯瓦已经没有那么难了，懂意思吗？哇哦！变选之又更简单哦。对啊，那安诺斯瓦山就没有什么那个啦。你看当年那个多难打、啊，救命啊！对，那种才是真的意义上的升华，就是你打完之后整个人都升华了。哇，这关的难度，对，让我整个人都升华了，好像转速技巧加个5，这种感觉。全王可以走了吗？二，
要跳技能了，我要存一点猪。因为我最近生活都直接跳过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要补什么新科技。哎、欸、啊！别人又说，算了。这个人嘛，闲着没事干。人嘛，我记得很酷，有需要存技能火追的。有啊，没有、啊？以前的生活都蛮这样。好，三组够不够？哦哦，啾啾呜！哎，如果真的假的，我现在，因为以前我灵魂只有大概五万，对，然后体力也没那么多，以前能做的事情很多，了解过来，现在他妈灵魂三十万，灵魂三十万，然后体力也不知道干嘛了，对，所以就跳。好，来生化师，就大哥，为什么你会退技的那些升华在干嘛？天啊！因为我想到最近的升华，就大概近一两年的升华，几乎都是直接给你到尾王啊。等下合作那些就什么六珠九珠到尾王，开一开技能就没了。对，最经典就什么那个什么绿谷嘛，对，绿谷升华尾王不是点一点就没了，奇遇也是啊。不，快放开他！五钢盾，对，是在不会追击。我们没有、啊、老东西的升华，其实都蛮，就是说也不是说简单，就是说关卡是有设计过要你转的，对，那你现在关卡都是点一点就直接结束啊，对哦，那肯定就是比较麻烦，毛比较多啊，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有这么硬哦。人马这个又不能拉全体，一哦，那我拉战友的，好，三下能不能把他带走？三下五除二，秒数好短啊！救命啊！噔噔噔噔，哦。Oh my god！ 到底什么跟什么啊？会死吗？还是我先？对，以前打这种打这种东西，我们都会习惯性先打死一只。哦、oh.。6.25倍啊，没办法。哎呦，那个秒数也超可播的啦，好短哦。哦，一波带走。哦哦哦。bing bing。啊哈。为什么？好，于是我人马弓就掰了，对，然后换成红孩儿了，也这样算剧透吗？也想当年那个人马弓升华到最后突然变成红孩儿，都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哎，那是比较好玩的升华，都没有，你看我几乎都是合作卡，这几乎都合作卡了。哦，有啊，星矢这个我觉得可以打一次给你看。星矢这个有办法那个吗？感谢异界的第28个月，第二句是 do。对，我记得星矢的生化算是难的耶，这应该说也不是说难，应该说很麻烦那种。对，秀一次给你们看。来，现在可以用异彩。
那高速公路也没有用完啊。七啊，七就留着做纪念人了。噔，不是有些时候合作，你会发现你打太多素材，对，然后发现哎、欸，对，突然没有卡片可以喂，然后你也不想，因为那个时候卡片没有那么好，怎么说？没有抽那么多啦，就一套就五张而已，不像现在都是他妈抽一整墙的，对，因为抽到五张一趴。你要抽阿里吗？我不知道你有很想要解猫头鹰那个成就吗？不然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你有利益师，我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利益师，就是利益师去年初有利益师来讲，利益师现在还可以扛一段时间呢，不急就是。啊！会有利益师，我怎么知道？所以会来陪你玩吗？你是在跟我讲，还是跟观众讲？哎、欸，聊天室你们知道吗？那四月要来了啊！看看嘛，我四月是挺忙的，不过抽出来陪你逛一下台北，就是不是台南的部分，应该是 OK 啊。对，因为四月我要就是四月要处理搬家的事情啊，四月都要开始就是搬到其他地方去，对，再也不在北投了，好难过。我来这边也是住了快五年嘞，也想当年搬出来，哎，人老了。抽妲己真的假的？你要花200颗就抽妲己哦。我刚刚有讲，我觉得妲己现在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抽，因为妲己现在还是非常非常强。对，不过我比较意外的时候，你会想要去抽妲己，为啥要搬？没有啊，就是有怎么说有其他打算啊，不能跟你们说，我只是跟你说我差不多要搬家。对，所以你们以后看到我就不是在北投了。你们知道北投有事的时候还是会有人会叫我哎、欸，就是还是会有人认出我来、欸，很酷。我要躲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，哈哈，哈哈。啾啾。没有温泉泡也还好啊，我也不常泡啊。哎呦，不该怎么没有不开，应该说搬出去之后如果有，哎呦。有空的话还是开，我说星矢现在 buff 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对，有空的话还是会开啊，只是我说四月开始会忙啊，没要忙搬家的事情啊，所以咯。反正我现在开台次数已经很少了啦，我觉得有空的时间跟我，对，跟我忙完之后其实差不多了。对，我现在已经比较少开台了啦。对，我已经不是北投温泉废物了。没办法哦，这两个礼拜就接了两个礼拜的崭新哦，就超级无敌无聊，我根本不知道拍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频道现在只剩下建成一些玩一些很酷的东西，哦，跟我的直播几乎挡没了，对，根本不知道拍什么，因为超级无敌无聊的，就哪应该不会吧？我很少在退 game 哎，老实讲，尤其是玩这么久的，慢慢来啦，对，真的要退的话，我相信会更加明显哦。好像这关很难诶、欸，这关打那个谁，打师傅这关好像比较难一点。你要知道，我自己的主线都没怎么打，我自己的主线好像只有打到第四十几章的样子。对，然后那些 EX 好，我都没有在打。啊，建成副频道没错，我们现在有 NKH 副频道跟建成副频道了。我觉得我那个他妈的是进去都不让我进去，好吗？我根本没有开始过，根本要怎么退？水符是主数 ，OK？ 不对，星矢这个好像不难嘞，因为星矢 buff 过哈，他 buff 过是那个倍率直接三级跳就差五超级无敌多的。那我直接一拳把那边秒了，干，好像不难嘞，糟糕！以前星矢这关要转非常非常久哎，直播这么我觉得好玩啊，直播这么那时候我玩得很勤哎。那可惜就是不太适合环境啊，所以就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是哪方面失误。我觉得决策跟游戏性上面失误，我觉得都有啊。对，不过我觉得《时空之门》本质上玩起来很好玩的。然后退课，你可以来玩现实版的糖豆。我不知道提不起劲，因为我本身玩的游戏就已经很少了，所以想说专注在一些东西上面。打算可以主频道也超少片，还是我们全部合起来？对 ，NK 就主频道 ，NK 就副频道，对，建成主频道跟建成副频道，对，四个合在一起，
有什么征兆吗？也不是说征兆，因为倒不倒这种东西完全就是看大家看他公司的心情啊。你要说征兆这种东西肯定不会太明显啊。对，我要收割你们这一波钱，我还要跟你说，我要准备走了，哈哈。对，怎么可能？对，不过时空之门那个时候有一张卡片啊，就那个大叔吧，我觉得那东西算是破坏游戏性的部分啊。对，你要说什么写作女神是强到破坏游戏性，那个东西就是本质，把游戏的本质给那个了。对，有没有不知道的？反正那时候技能就是说，它可以，它可以一直铲，一直铲，一直铲砖块的关系，所以可以让你实现基本上无限的 combo 数。对，这边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，干，好痛啊！对，然后从那个之后好像就没有，时空之门就准备倒了，大概这样。我记得是这样，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很早在玩了。早就是一个黑黑的大叔嘛。对，然后他的因为时空之门分两种技能，一种技能叫做。我忘记什么叫什么，往左滑跟往右滑，一个是什么消除技，一个是什么技的。那大叔就是他会疯狂的铲，好像铜砖还是银砖什么鬼，就一直铲一铲一铲。然后时空之门是什么？三个叠在一起做一个砖嘛。对，铜砖三个变一个银砖，银砖三个变一个金砖，然后金砖三个变一个彩，然后彩三个就飞吧。哦，对，消除技跟总技是这样分吗？对，然后那大叔就是一直在疯狂掉，一直疯狂掉。那写作女神那个时候之所以会这么强，是因为他本身那个技能，它那个紫龙技能可以非常非常增加它那个削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，铲砖的速度了。对，详细我有点忘记了，反正写作女神那个时候是怎么说？对，称霸天下的强度哦、喔。你看现在讲写作之门，他们都倒几年？那个五年有没有了？对，很久以前我都不太记得了。像方跟海，其实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怎么说，他这个东西把削猪这个特，因为想想看，假设今天出了一个队长，对那个队长的。如果你要讲以转猪的本质来看，你就想想看，那个队长就像道罗斯一样好了，然后走路会铲猪，可能每一回合开始的时候，他会自动帮你在底下划一排，就是你连转猪这个这么基本的事情都不做到了，对，那这个游戏其实就没有什么那个，对，就出一个类似这样队长，而且这个队长本身还强无敌，就是他本身，干我不知道怎么举例，什么这边超难举例的了，对，毕竟不像那个时空之门会落落等，对，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一直掉。反正你只要知道它本身跟拉砖的那个游戏比较没什么，怎么说？那我平常真假，你有录哦、喔，还是你有留下来？哎，真的有哎、欸！好，我们参考网络上找到的影片哦、喔，就是大概像这种感觉，它就一直闪一闪一闪，就是变成说每一回 combo 数都高到一个他妈吓死人，然后那个伤害就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没有认真去转注，没有任何去拉砖的意义了。对，这是其他人频道的，来各位看一下，这位，好接一下。哦，对，不要说一开始只会可以铲两颗金跟钻啊，可是后来改，这个我知道。对，两个钻那个真的太夸张，你看啊，这他变成好像太大了，缩小一点。你看，就是一直拉，一直拉，一直拉，上面他每次触发就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一直掉。你看上面就只会掉这个东西下来，而且还全尖全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比如说你一直拉这个铜灯金矿钻，就一直拉，一直拉，一直拉，就很容易就进 fever。等一下，你想看这每回的操作性是什么？我操作性是一直往左边拉，对，不然你还能做什么事情？一直拉，一直拉，一直拉。你看，就继续掉，因为他一直铲，他铲上，走上去掉了。对，对，每回做的事情就是一直往左边拉，我还要看什么准度，不用我就一直拉就好了。就应该说没有什么操作性的啦，应该这样讲。噔噔，是别人进的吗？真的假的？我怎么记得本来就有进？哪在？那你看、喔、他之前每回开始的动作就是咻咻咻，他每回就开始这边咻咻咻咻，你看到吗？就是直接把上面掉下来全部拉一拉来，每次触发都会再加一次。好，所以主王者这边你可以看到掉下来那个珠子，然后全部都是咖啡色的了。你看，看不懂啊？反正就是。简单来讲，时空之门你一开始会看到这么多砖嘛？就它的那个版面长这个样子，这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版面，六种颜色的珠子嘛。对，所以我们关心。好、哦，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，每当三个光珠，假设这个是光珠好了，光珠点在一起，它会产一个铜砖。好、哦，然后三个颜色产一个铜砖，然后三个铜砖会变成那个什么？会变成一个银砖。对，然后这点然后就会变成那个金砖，就是在那边看到这个鸟头。你们抽时空之门的卡片啊，雷砖啦、啊！对，你抽时空之门的卡片应该知道嘛？抽血珠就跳这个东西出来啊。
对，抽这卡片你把它拉三个叠在一起会进 Fever， 然后 Fever 会有一些特殊的加成，但你把它拉掉它可以加一些秒数，哦，好像上限的加一颗好像是五秒的样子，我也忘记了。然后一样，这个是新珠哈，然后你就是得，你就是得那个什么，想办法把三个珠，因为你知道你产出来的砖会在上面，对，可是你要让珠子连在一起的话，你就必须把那些砖拉掉，所以你要何时去触发消除剂跟那个往左往右拉那些东西很重要，所以以前原本是操作性很强的一个游戏，对，可是现在就变成说我只要一直疯狂拉，因为这个角色的消除技能是，你只要往旁边拉，他每触发一次就会掉三颗铜砖。好，我铜砖掉下来，我再拉一只铜砖，它就在这三颗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一直啦啦啦啦啦啦，然后那个铜砖就，你看上面还会掉，这边是雷珠，哦，然后这边是风吧，应该不是木之类的。对，本来是照这样掉的哦，对，可是当我一直触发那个键，就变成这个样子，看好了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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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哦，然后你看这边就全都是那个，然后就看那个铜砖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一直拉，一直拉，一直拉。然后重点是这个东西本身还带，就是还带一些尖锯会去增伤，那个倍率是叠进去的，所以你每回要做的事情就一件事情，就一直拉，一直拉，一直拉，然后你也不用管什么效益，反正就堆就对了，对，就一直堆，一直堆，一直堆。你看，就一直拉，一直拉，一直拉，然后就变成说，你每回的伤害就超级无敌高，你什么东西都不用滚，每回伤害超级无敌高，康姆数也超级无敌高。好，然后就谁怎么说，每一关都一回秒，大概这种感觉。你看那个铜砖，看零一跟这个不一样，好吗？零一哪有这么夸张？你零一再屌一回也是动一次，就是零一每回版面要过的东西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对，林依娜这个这么夸张，也大概是这样。所以你看，美国打最伤害，哇，35 combo， 咻咻咻咻。老师，你就发现说，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干同一件事情。我们加速一下，对，从头到尾就是，对，开个技能。你看，然后接下来，然后美国就开始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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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。对，你们觉得，如果你真的出一个这样技能，你觉得这游戏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玩？对，每一关就是一直往左滑，一直滑，一直滑，一直滑。对，没有任何的那个啦，对不对？叮，然后打出去说哇，你看每一关就啪，你看这伤害超级无敌高就死了，没有。可是我觉得这东西大概就是一个算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啊，不然其实时空这么后期已经，对，我不知道他肯定也想不到什么对讲技了吧。对啊，不过这东西真的很白痴，这东西超级无敌白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每回就是超级无敌强，而且时空之门也没有像那个时候也没有像这边这么多奇怪的盾啊，也没有那么多奇怪的盾，所以本身来讲这个东西就是拿激光剑在砍那个部落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看起来挺红魔，那这个东西比红魔神简单多啊，红魔神你还要算一些有没的东西，这东西就拉到死就对了，就拉拉拉拉拉拉，你看每回就这样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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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FIVA 嘟嘟嘟嘟嘟，好 ，FIVA 这个就是你那个掉度数会变超级无敌快，然后它会根据你 FIVA 里面达成的那个追加一些加成之类的。我还可以找我那时候的影片呢，你看嘟嘟嘟嘟嘟嘟，你有没有看到吗？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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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而且你们看右上角那个，右上角那个有一个 End Round， 对不对？好评都不用说是不用，因为你平砍超，你现在看，如果你今天假设你今天灵秘啊，灵秘跟遗愿本身还是有一些无视不到的盾。对，是你会带一些队员去解决，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倍率每回随便转都是，你看这边又进一次，这边又加一次。你看，如果你每回直接转一直都是打一兆好了，对我要什么队员，对我要什么增生角，全部都不用带啊。对你连命转去就一兆，对，就是它本身伤害，这也是我刚刚讲时空之门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盾，然后本身就是 combo 数跟combo 数跟消珠那有没有？那你这些都珠量就都消到了、啊，所以咯，你看。可以出好几次，你看就一直噗，对，够了没？对，110、116 combo， 117、118、120，你还没掉完，还没掉完，因为 Fever 这里面可以一直，Fever 里面拉的珠子量全部都会被累积下来，就累积在空中，像那个大蛇，对，像我们开大蛇剑那个水珠不是会累积在一些你看不见的地方吗？然后等到消完珠它才掉下来，就是这样，你看差不多要结束了，你146 combo。你就想象一下，今天灵力转瞬就一兆啊，伤害部分都没了，然后也没什么都要解，对不对？你就想象一下，今天可能是好像在那个什么，大概奥丁那个年代吧，就可能大概这边只有强化盾，对，五康魔盾，然后我们今天绕一圈打一兆这种感觉，对，伤害这个东西已经不是，然后对面又没什么盾，就一直咻咻咻咻咻咻。哦，对，而且还有那个、啊，还有他是配写作女神吗？还有那个专属的部分，所以咯。
我可以找我以前的影片，我应该我以前有录蛮多的 ，OK 啊，欸对，想到他有轮回、欸，对，那个时候我有，我算是前排通关轮回的，那个轮回超难打的、欸，有两打，哎、欸，有人就抽了，你看这是我，这是时空之门的，哎、欸，这是时空之门的水北欧嘛，我忘记叫什么名，他要消好像五连水珠，你看这东西操作起来是真的很有操作感哎、欸，就你拉的速度要够快，你看，呜，有没有觉得这個看起来比刚刚那个看起来有操作感多了？对啊，这是那个年代轮回，你看21关到底，你看开主动键直接转一堆水珠出来，然后就开始拉，呜呜呜，不一样，你没看我每个拉的东西，他那个是不管拉什么都直接往左边一直拉，这个本身都要隔珠子哎，不一样，差超多的。我跟你讲，那个东西你实际拉起来，跟你用看的，好完全看不出来，你知道这个有多难吗？你看这个炸弹珠，这个炸弹珠就一直炸你啊！这算是以我们这边来讲，应该是类似灼热地形吗？打还要拉银铜金再加时间呢、啊，很难哎、欸，很累哎、欸。你看那个熟好多熟头，打不过详细我也忘记了。FIFA 哇哇，对，这个手是要动很快的哦。在搞笑，你看上面那个留言，练就后来被改了、啊，这个很不爽啊！我那时候练就练很久，然后官方后来把那个技能全部统一。我那时候不是讲过吗？就时光这边以前的那个练技能跟这边一样，你看还有消除技半风，那个超难的。消除技半风就是你变成说你只能往右边拉，对，左边就不能拉了。所以正副队长的选择也很重要。好，我刚讲到哪里？就是练技，就那时候练技本来跟我们这边一样，就是一等一技短一回合嘛。就假设一个东西原本是15，对，你一技嘛，然后你练到技二就变14。对，然后满技可能就 G15，然后可能 C1之类的。对，可是后来官方把时光，我那时候练的超级无敌，因为这东西练技很辛苦，你要打很多小怪一样，吃那个小怪，然后很辛苦。就官方后来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他把那个技能全部统一到最短回合数，然后改技能的那个，改技能等级的那个增幅。哦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假设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今天，像史莱姆好啊，地精好、啊，这样好、啊，地精那个新转水嘛。啊，地精原本不是 C14吗？对，满 C15 嘛，G10。对，那你 C14的新转水跟 C15的新转水不是差超级无敌多吗？对，结果官方后来改成说，你不管什么地精什么时候拿到都是 C15。对，可是如果你今天满 G 的话，你开技能的话，地精自身会多一个1.05倍攻哦。对，1.05倍攻可能还夸张，就那个增幅是小到一个不行。对，自身1.05倍攻。只是后面的时候没有人要练技能，可是那些已经练技能就看起来像傻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以前花这么多辛苦，这么辛苦的。去练这个技能，对，然后先跟我说，全部人都满技能，哈哈，然后你给我的回馈是什么啊？1.05倍，对，像攻击加100这种东西，你觉得，对，不然拿我们一些比较现代的，像是我想一下哦，找不然像什么水下蛙嘛，水下蛙那个，对，你可能满技跟没满技可能只差攻击1%，对，一个加40，一个加41，对，或者什么没料阿斯，这个不是可以吸56000吗？然后一个变成可以吸56100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你知道吗？很油啊，但真的很油啊！我就说那个时候我还认真在玩哦。你看对面还写一级必杀。有时光之王那时候我可玩得很凶哦。啊！哈哈哈哈！有保底吗？没有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保底啊。对，那个时候时光之门抽卡好像也没有到保，好像我也不知道，忘记，我记得是没有保底的。看我什么，反正就是飙手速啊！简单来说是飙手速啊！啊！你看这个时候，你看那个时候还有绿珠，你看我刚刚就在绿珠，对，把那个百变开漂亮点，这回再大爆发。哎，环境环境吧，因为我们刚才讲时光，有些人都问说，我为什么时光这么会倒啊？对啊，我们就想说啊，是因为那个大叔，这样就聊着聊着就聊这个奇怪的东西上了。叮叮叮！打你没有啊？每回他也是一回合啊！你看对面脸上有一个 CD2 啊。对 ，CD2、CD1 啊，有没有人知道这只啊？哈哈，这是六星的那个五主角。
对，不过因为说无属性的队伍好像是在后来，因为无属性队伍一开始很垃圾，对，好像是后来那个无属性猪变成了好像兼具什么东西的效果，还有那个什么无属性的延期，对，出来之后无属性队伍才开始有一口气的，不然原本一开始无属性队伍不知道干嘛的一个，不知道干嘛的一个队伍，印象中了。王冠，你看王冠就是一个风头，对，好像是三只，你看三只。哦，然后这个风头他妈的也是硬到不行哦，然后还有这些，你看王冠的干扰是超级无敌多，你知道吗？干扰砖啦，对啊，那时候就一堆人是打到王冠然后死掉，你知道被王冠炸死，很好笑，呜呼，你看没死，你看王冠多硬啊，然后那个砖头就是你没办法移走，就有点像我们这边的石化族啦，然后那个砖就是像我们这边的。灼热一样，他就去疯狂炸你，然后你不在限定时间把它消掉，他就去炸你，一直炸，一炸。哦，对，他会阻挡你消除，有个靠背，可是有些时候他不会理他，就是，对，他自己炸就掉下来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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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呜，过了。哎、欸，这个还算前排通关的，我印象中这个时候是刚跨域哎。那个时候刚快，我打这个龙好像也是前排通关，应该85等。噔噔，好，谢谢各位。什么时候退的、哦？写作女神那时候已经没什么时候会玩了吧，比较少了，对吧、啊？所以我没有跟到后来那个大叔了，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少在玩了，应该说更没有在玩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梦见啊，梦见木局是我开服第一天进去等了那个3600秒啊，好不容易等完之后，他就跟我说再等一次啊，我就不用玩。克洛伊跟美乐蒂哦，没有凯撒跟木娜，那我推克洛伊吧，我不知道，我个人觉得克洛伊能玩出的花样太，能玩出花样比较多，而且他当队员的情况下，或者说你很想美乐蒂的排除啦，不然其实我觉得克洛伊会好一点，大概这样。不过我觉得这东西就是飙手速，其实你的眼睛只要看得够快啊，飙手速就可以玩的，就是上限非常非常高，懂我意思吗？有要抽木打吗？那我肯定是不抽啊。我为什么要抽？我大气已经五张了耶。噔噔噔。然后梦见我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、啊，不过我梦见物语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可能玩游戏太多就不想去玩了，对，而且他把我挡用挡7200秒，就觉得啊，龙科没有，我木打四龙科呢。五木拿四龙科为什么在抽？对，你看，一二三四，哦，没有，我五龙科，那我为什么要在抽？好，当不过梦见我有养成，我觉得我应该也没有什么耐心，就是看他这边慢慢养的，养智商，啊，差不多啦。对，祝聊天室能抽想抽穆达都能抽到啊！对，我觉得穆达现在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，对一线顶尖的队长。对，重点是他玩起来很舒服，所以喽，还是我们小赌怡情。我们小赌抽个一抽，有股币，有股币剩多少？3600还是不要了。我觉得哪有啊，对不对？还是可以玩啊，对，我们不能只玩01，对，搞不好哪天变出一个什么。对，机械妲己只有妖精能进去，对，你就知道了。有没有什么要换的？只有卡片叫妲己的才能进去。简直，这种名称里面有妲己的才可以进关卡。有几张？这能组一对啊？可以吧，很多张。对，我们有火的，有木的，有暗的，还有木的。也只有名称里面有妲己才能进去，笑死。好啦。你们今天要被丢到哪去呢？我看一下，有谁在开台？哦，红林有在开，不过红林好像不是在玩什么，我们还是丢红林好了。周琦，对，我最近要开始洗一些很好笑的片，像什么巴黎打 level 9，因为这个月真的没什么东西，我要洗一些片，哈哈。对，然后健身晚一点，看能不能拜托他把那个好了。对我手上这个是木珠，捡出来。要丢脸就一起丢脸，哭啊！好，那如果你们这个月有买什么希望商店的东西的话，记得要私讯我的 Twitch 哈，
废吗？没有废片，你知道刚刚那个我手上这个是木珠有多好笑吗？就是，欸，我打轮回到第十八关是全满问号，然后他全满问号加上他数字的追击，然后我好不容易转了一个，就是我好不容易看那个回放，我转到21珠，我本来说干要死要打三下，结果被那个反击扛下，因为巴利有一个反击减85%。我本来说哇，你看意外的扛下来，然后我下一回开始转，我就说哎，看好了，对我点手到那颗，我看到敌方是水属性的，身上有个红色向下的箭头，然后我就说哎，这种是干嘛？一个观众说你们看好了，我手上这个是木桌，然后我边转回来边讲，对我手上这个是木哦，看好了，对是木桌，然后转完之后我还把木桌放中间，发现干不是木，对大概这样，笑死，好，对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哈，杰哥一家是红领兵，拜拜。对，我不想听。这么快就剪好了。